纸盒子、饮料瓶是可回收垃圾。这个破手表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兄弟，怎么了？哦，这个手表它应该是什么垃圾啊？你看它上面有铁是吧？那肯定也就是可回收垃圾了。好。你要丢掉它呀？啊，要不这样，兄弟，我刚好兜里有5毛钱，你把它卖给我怎么样？嗯，行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字面要换，指针要换，摆轮要换，把头还要换，草率了。